你不是说你要买套路买不起吗？妈的，你说什么呀你？你很烂呢！你现在套路买不起了吗？我给无所谓了，反正你连套路买不起，我还吃什么饭呀？对，现在套路买不起，还买什么奶粉呀？ 老娘跟你说，你想都别想，一辈子都别想，奶粉怎么办？还吃什么呀？小学都没上，中学怎么办？大学怎么办呀？滚蛋！你找死！给三楼，马东某。再问呢？再问呢？老娘捏死你个王八蛋！吃，你自己吃吧。不可能，想都别想，能夹了吧？被正戏了，被正戏了。毛来来，港妹普通话，搜身啦！气死人了。